没跑。OK。我靠，终于开张了！开张。好，哎，好，提过来。我的三元黑掉，我小黑掉。我操！妈的，我今天变了，你看有黑掉的，妈的，不是，跟我说错误。有黑掉啊！我就专门叫黑掉的。哎呦，操！那个钳子拿过来，那个钳子。钳子不等于手绳子吗？我那个不行，锈的，锈住了。好的好的。对。留着，又给外游，稍微的扎一碗汤。我操！终于开张了。为啥拍？没事，慢慢拉。哎呀，小钓，来黑钓，绝对了。我操，这好。哦呦，来喽！我操，今天晒了一天了，我他妈一个拉不上来，这多丢脸呢！我都甭，没钓了两条钓上来。哟，钓很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绝对了。已经你。我今天钓了八路，没钓到哎。哎呦！跟我这开。好八路。哎呦，黄鱼哎。黄鱼，提上来，提上来。这条黄鱼上来。我靠，这条黄，这条就这也不错。这种也很嫩。嗯。哎呦，我靠，这牙齿绝对。是鲈鱼，黄鱼。看吧，我今天全天只钓开偏门鱼。这鱼钓不到。不错，这可比鲈鱼好。你们钓到过黄鱼吗？钓到过。这个钓到，我以为我也中了。这种小黄在大道里面，这种小黄回去清蒸，那个小孩子他那个嫩豆腐呀，葱油清蒸都 OK， 后面再这个小黄。来，松一掌又上鱼喽，干了大鲈鱼哦！是鲈鱼吗？大鲈肯定鲈鱼，这里。哎，我操！我今天终于钓到鲈鱼了。来，我操！好的，今天完美了，我所有品种都钓齐了。这鲈鱼好啊！你这几条烧一锅绝对。对呀，我煮回去做烧锅炸鱼吃一下。我操！啊，还没上来。今天非常完美，我操！陈老大年龄也大，也没力气，是吧？他那条应该不小。看不见啊，你要不转过来看一下？转怎么转？还没上呀？我又上小肥猪了。小伙子激动了，小伙子。是暴力虫吗？暴力虫，这条可以七八两公斤。哎呦我操！没有，快，干到大哥那个。快！哎呦我操！大黄哦！大黄啊！嗯，黄鱼，假黄鱼这个。我靠！完又干到一个两公斤的假黄。哎呦嘞，你今天钓的鱼绝对了，你这钓的绝对了。哎，这个扎到了，完蛋了！我跟王勇都扎到了，手都流脓了。我操！这怎么下？这黄辣丁，直接扔掉，拿那个。小心，不是你别动，手不要离得近。
很容易就扎到你手了。我操！我今天钓的鱼绝了，他妈一条跟一条不一样，他妈没钓几个钓过第二条一样的鱼，这不能要啊！不能不能要、啊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不好吃，啊、难吃的要死，有柴油味。这是专门吃素食的。就跟国内那种那个，它这个好了，可以。真的他妈，就到现在没钓过两条一样的。给他晒鱼缸上。哎呦我操！这人你们俩脸上就完蛋了，脑子不好，我忍的时候才想起来。哎呦！哦，你两个，一大一小，那个黑雕，就是一样，其他他妈一条都没有。你看钓到，真他妈全过啊！为什么你找的？我这里到现在还有一个小疙瘩，就给它扎了，里面流脓水，流了有个把月。嗯，我操。嗯。它就到时候它长好了，不是一块正常的肉长在那里，是个肉疙瘩。什么东西？嗯，不要了，不吃了。我吃了几块肉筋，我操，这饺子。我昨天那个餐巾纸那个。